王朝为人降世，将为国境带来危机和转机。生杀王族所查疑问，又将牵引武林多少风波。威名七义念再现身后，面对脱胎换骨的白玉皇，武林里会招出双面吗？请容忍来，先别绿色炫耀献出魔招，武神组合联合一空新皇子，保住玉龙神技呢？绿色暗魔洞，地有机变星，中原异枪竖起，将是何等风云阵调？黄武帝心中的威名七义念，又将带来何种变数呢？欲知精彩结果，请继续收看《唔得报的戏》《霹雳兵王诀之神枪》里边第三章《是神诀》。霹雳兵王诀之神枪里边。